病医，想看多看病医，爸母分来担心孤囝出世，但可是相亲无福享受，早早离开这世间。像我一个人孤苦无依，也不过我也无从此来放弃自己的人生。我抱着我爸的抱负，希望会到往公五华山庄，走出去四路新鲜学习功夫。不知五华山庄在哪里，应该向前迈去就是了。既然要歹徒要伤害你的性命，不对，迄个歹徒实在真可恶，竟然光头白脸，手摇来刀，要跟我抢夺金钱呢？原来是贼匪来抢你的钱银。是啊，人平安就重要。啊，方才你救我，我袂跟你问，你叫什么名？自我介绍，我名唤杜坤平。杜坤平，真是好听，我叫做柯玉如。柯玉如啊？是啊。看你这所囡仔人。为何无踮在厝内底？来到这山上的所在是真危险，十岁是真济呀。但我厝内来是有原因，但我要去遐五华山庄。五华山庄？忘掉，听讲好像老先生有伫咧教运动，所以我要去拜师学艺。老先生是叫做苏大红。诶，你嘛知影？实在是有缘分，你跟我同款，要往到五华山庄拜师旅行。虽然爸母无伫我身躯边，也毋过我有我爸的志气，希望会当训练功夫啊。真实是如此，拄只大哥的出现，我可是着一惊。啊，无安尼先，我阁会当甲你同行啊？当然也可以啊，也毋过你是查某囡仔，我是一个查甫人，安尼个我都哎哟，不要紧啊，你创个想到怎样子？嗯，走无这个路程，这么遥远，确实我嘛不知道到底是要往倒位去。你是惊讲，我内心底身躯边无方便哦？不是，老天在讲男女授受不亲，我惊讲对你名声有损。心中无神不怕鬼，创啊管他别人安怎讲。既然你若无意见，你我当然往到五华山庄。啊，你刚才五华山庄要安怎去？我就是不知影无车坐来到遮。真实的哦，你不知影咯？哦，是安尼。啊，不过我自细汉嘛伫阮家内底，你莫看安尼呢，我是娇生惯养的，我嘛不出来呢。所以你是？我是问来啊，老爹讲的嘛，都生爹出的啊。生辛苦的，头一遍听到你这声音啊，讲话就这尔高水，好啊，你伫咧讲，都是问来。那呢，你我同行结伴往到五华山庄，有一个伴在上坡边，怕袂好料啦。行，跟来去。行，跟来去。